我们团队深深的感谢这89万市民朋友一鞠躬，谢谢。刚才已经确切知道，罢免票已经过了门槛，所以在这里，我要表达我的内心两个感谢，三个遗憾，一个祝福。首先，感谢2018年11月24号支持韩国瑜的892500位我们市民朋友，让我有一个机会能够为我们高雄市的市政来打拼、来服务、来努力。在这里，我们团队深深的感谢这89万市民朋友一鞠躬，谢谢。